刚才看你走过来，我都恍惚了，好像看到了之前那个昏了头的自己。您的咖啡，冰美式，谢谢啊。好的，稍等。 喜好真的都一模一样。你今天约我出来，该不会就是跟我聊我们俩的喜好一样吧？不管是白月光，还是朱砂痣，日子久了，都会变成饭粘子和蚊子血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。如果今天你不说清楚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就撕破脸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不要脸的东西！ 给你脸了，你臭不要脸的！臭女人，你不要脸！谁呀？你是谁呀？什么身份都不讲话，懒得理你！怎么不去公司闹啊？最没本事的人才去闹呢，除了泄泄怨气，得不到任何好处。 白费力气，所以今天你找我来，就是想游说我离开魏明。道德法律你都懂，礼义廉耻你不在乎，不离开他，肯定是有你的道理。你还真是会猜哑谜啊！说吧，你今天约我出来，到底因为什么？ 出轨这件事情，小三是撇不开干系，但最可恶的还是男人。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有一个提议，我们俩联手。哎，您好，我姓林。 是这样的，我先生呢想举办一场家庭聚会，所以想预约一下你家的私厨服务，最好是擅长粤菜和淮扬菜。时间是下个月3号，另外啊，还想跟你约个时间，这样呢可以当面跟厨师沟通一下家里人的口味。好，那就周日下午3点。艾丽，我林霜，哎，我订的那个衣服啊，你直接帮我送到方舟前台就可以了。 那麻烦你下午早一点出发，我怕晚高峰堵车，我老公晚上有个应酬。欢欢妈妈，哎，你上次发给我的那个长江一小的历年生源分析我看了，我综合分析下来啊，如果在幼儿园期间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体育项目，那对于孩子幼升小、小升初都是很大的加分项。我们刨除了那些比较大众的、竞争激烈的体育项目。 然后再兼顾孩子的兴趣和自身条件，选的是冰球。好，那我现在发给你啊。哎，黄花妈妈，我一会儿打给你啊。维璇呢？你什么情况啊？生完了。哎呦，林少，你这么等急死了呀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快来啊！好的，大家等着你。林少，阿姨来了。 我这一天忙来忙去的，都没来得及给宝宝准备礼物。爷爷，您能来就是礼物。抱抱，你快点等着你抱呢呀！哎呀，哎呀，鼻子长了点像你，真的。你说说你，哎，你能不能给自己找一个住家阿姨啊？别让自己那么累。有一个小时工阿姨帮忙，但是家嘛。 总得是亲力亲为，心里才踏实。爷爷，听听听听，宝贝听听，你都不知道我们多羡慕林霜阿姨。林霜阿姨是第一个抱你的人啊！是的呀，囡囡，仔细看看林霜阿姨哦，长大了呢，跟阿姨一样，又漂亮又聪明。最最重要的是啊，一辈子好福气呀！我们肯定好福气的，是吧？相比较传统算法。 我们方舟的新算法因为用了智能语言推荐技术，它的预测精准度大大的提高，从而让我们所有的客户有了个性化的需求。那么简单的来讲，就是
我们绝对不会让新手妈妈看钓鱼竿广告，也不会让钓鱼者说到要做的事情。什么是智能语言技术？那它又是从何而来呢？徐总，有的时候你自己都会怀疑，为什么机器人知道你所有的秘密？魏总可真会开玩笑啊！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我现在就让大家体会一下我们方舟的机器人小周的服务。好啊，怎么操作啊？小周，小周，我在。我想要一杯开会时提神的饮品，但是不要功能性饮料或者咖啡。为您推荐罗汉果白茶，最近的门店距您523米，配送时间20分钟。罗汉果温和，白茶清肺，适合会议时饮用。魏总，你这个小周真的不错呀，真不错。你就是我认识人力夫妻最好的。那是啊，人家林双可是一路开着挂过来的，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扛把子，门门功课考第一，哎，还得了全球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第一名，这可是国内唯一一个获奖的女生啊。明明是个学霸，那现在没有用武之地了吧？哎，那是因为林双嫁得好啊，人家老公魏明现在可是大厂精英，哎，这在 IT 圈可是响当当的人物，哪里还用得着他这么辛苦还在外面受老板的气呀，对吧？哎呀，说到老板，我到时间了，我得回去上班了啊。你们聊吧啊。哎，走了走了，拜拜。我提醒你啊，看好你老公，年轻有为，帅气多金，这种男的外边多少小姑娘都盯着呢。嗯，来多苍蝇苍蝇的奶粉尿不湿。姑娘，亲，给我倒杯水呀。来嘛，这是你让我们买的啊，我们辛辛苦苦攒的钞票都被你们骗去投资理财了。爸妈，哎呦，林双啊，林双，林双，林双，我跟你讲哈，我和你爸爸平时攒的钞票都被他们骗去投资理财了，说什么低风险稳健型，从来就没有亏过，现在好喽，天天的亏，零悠悠的一遍啊，林双，咋弄呗？咋弄呗？林双，你看看啊，我们现在就是想把钱拿回来，可是他们硬要等到一年到期才让取。到时候都亏光了，你说这谁能等到那一天，对吧？就是阿姨，你们听我解释啊，这个合同你们是亲自签字的，还不是你说写什么我们就写什么呀？不是，哎呦，你这就是诈骗！好好好，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，大把大把的吃安眠药啊，他们就是骗子。消气消气，咱回去说啊，等下半年市场环境好一点，钱会回来的，说不定还能达到投资预期呢。啊。哎，真要是亏了，林双不是说了吗？把亏的钱给你吗？哎，你说说你，这大包小包的买一堆，这么大老远我们还得背回去，便宜啊。嗯，爸妈，本来呢我可以送你们的，但是时间不太行了，我得去接果果。啊，这样。我给你们订辆车。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好的，路上方便一些。我跟你说，这里离老房子有几十公里呢，我和你爸爸又没有事情，地铁转公交方便得很，就当锻炼身体了。我没欺负小苹果，我就是说他们家的房子没我们家的大，车子没我们家的贵，也没有保姆，他夏天的时候也没去俄罗斯看极光，就连出生日期都赶不上我。小苹果就哭了。徐老师，要我说，小苹果这孩子心理承受能力不行，毕竟我们家洋洋只是说出了客观事实，总不能为了让别人心理平衡就撒谎吧。我们家果果确实心理承受能力不行。妈妈，果果妈妈，你来得正好。果果不仅心理承受能力不行，还缺乏最起码的判断，比如极光只有在极夜里才出现，而北半球俄罗斯的夏天是极昼，太阳的光辉足够掩盖所有带电离子流的轨迹，
所以，到此一游和真正认识世界是有区别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讽刺我们家洋洋吗？另外，果果还需要懂得，比车和房更重要的是无形资产，比如说，为人最起码的礼貌和素质。等果果都学会了这些，就能判断出来，什么叫做徒有其表。合作愉快。能跟像方舟这样头部的互联网公司合作，这是我的荣幸，也是我们的荣幸。抱歉啊，老婆，今天晚上我就不回去吃饭了，你和果果也千万别将就，不行就换换口味。你天天在家做饭太辛苦了，爱你。不好意思，我太太。魏总，其实你知道吗？我之所以选择方舟，不单单是因为你们的技术和过硬的产品，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。什么原因？就是因为你。我？实不相瞒啊，我经常看你的朋友圈，所以我发现你不单是一个顾家的好丈夫，还是一个很好的父亲。我这个人还比较传统，所以我认为，对家人好的人，在生意上也一定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。对家人好是应该的。但是又有谁能做到的？哎，你好，是魏先生家吗？啊，对。啊，这是魏先生让送给你的。好，谢谢啊。果果，你看，爸爸肯定知道果果饿了，提前点餐啦。还有花，妈妈肯定是这个送你的。走，去放在桌子上。太帅了！今晚 C 位非我老公莫属啊！我们家的 C 位永远是你。外卖和花收到了吗？嗯，你看，我跟果果正准备吃呢。这家餐厅我们同事都说特别好吃，就不知道外卖和堂食差别大不大。你今天晚上轻松点，别做了。谢了，代表果果给你颁发一个最佳爸爸奖。我是心疼你，我要得也是得最佳老公奖。爱你。嗯，爱你哦，拜拜。拜拜。嗯，我怎么闻到一个小臭孩子的味道？洗手了没有？没有。不洗手的小朋友会被一口吃掉。辛苦了，有你真好。老公也辛苦了，早点回家。你就是我认识人力夫妻最好的。那是啊，人家林双可是一路开着挂过来的，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扛把子，门门功课考第一，哎，还得了全球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第一名。
你昨天几点回来的？我都没听见。2点多吧。这么晚啊？周末得出差。人家是996，你是007，难怪果果跟幼儿园的小朋友说他爸是个手机程序，只能在手机里面看到他。磐石最近新一轮融资，新布局的业务吧，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业务，所以大家最近可能一直都在抢市场。我在想吧，大家除了竞争关系以外，看有没有可能合作一下。嗯。芳芳，果果最近怎么样啊？我想跟你说呢，荣。我打算带果果去学冰球，然后争取在省内比赛拿一个小名次什么的。嗯，这样对他幼升小，等将来小升初，那都是有帮助的。学冰球啊？嗯。女孩子学冰球不太合适吧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前两天带他去商业机构试了试。嗯。教练说果果很有天分的，而且最重要的，他自己也很感兴趣。那商业机构要赚你们钱。哪个孩子都说有天分，那不合适他也说合适啊。反正我只是建议权啊，你是一家之主，我们家你说了算。冰球的事儿啊，嗯，我跟果果已经商量好了，而且真的要学起来，我得给他找那种专门指导参赛队伍的教练。家用上的事儿呢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想办法挤一下，不会超预算的。不是钱的问题，你说冰球这项运动，冲撞、对抗这么激烈，那些孩子又没轻没重的，万一果果受伤了怎么办？我有一个女孩子，你上次不是说学芭蕾，挺好的呀？你定。嗯，我昨天陪爸妈去银行，那个理财专员说你买了他们家一款理财产品啊。嗯。你不会背着我藏小金库了吧？我哪敢啊，老婆。那笔钱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一哥们儿让我帮他一小忙，顺便啊给我包了一红包，也存银行了。这点零花钱你还不能批准我持有啊？哎。咱家一年存多少钱？你有多少零花钱？我都没问过。哪儿来的批准呢？这事儿怪我，我汇报的就不够及时，不够到位。以后每一笔钱进账，我都第一时间向您汇报，行不行？嗯。等这几个项目忙完了以后，我要带你还有果果、外公外婆、爷爷奶奶好好去海南玩几天。嗯，催我了。喂，啊，对对对，我马上出门了，是，那我们一会儿门口见。怎么样？帅。老婆辛苦了。路上注意安全啊。提醒你啊，看好你老公。那年轻有为、帅气多金，我跟你说，这样的男的，你知道外边现在多少小姑娘盯着呢。
早，早，丽丽，帮我把这个复印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哟，今天挺漂亮的啊。谢谢啊。想写。新会的资料我要一份。那个，你让艾琳帮你打吧。你动动手运份资料这么难吗？你有那么忙吗？不好意思啊，魏总这会儿也等着要资料呢，要不您跟他商量一下。拿着鸡毛当令箭。魏总，新辉那边对我们的报价很满意，但是他们的 CEO 方总一直迟迟没有松口，估计是还想再磨磨价格。但是据我所知，我们的竞争对手已经基本被他们内部淘汰了，所以可以坚持我们的报价。跟报价也没关系，他们提的这些问题摆明了就是借口。这个方总就是还嫌吃的不够饱。那怎么办？不惯他这个毛病，得让他知道任何事情都是有底线的。星辉的单子你再努努力，他们那边多半是虚张声势。嗯，你看一下。特意给你选。别把我想的那么肤浅。升职的事情，我得想办法了。其实除了升职，一直以来，我还想要另外一样东西。自始至终，我想要的只有你。你的胃口可不小啊！你的底线呢？我在你这里没有底线。这个是我们店里面的主打款式，稍等啊。哎，您看是这个吧？花朵的造型呢是山茶花的。我看你也是第一次过来，你要是想做这个的话，我给你打个折，350块好了。这个款式做的人多吗？多，我一天啊做7、8个呢。附近公司的小姑娘都喜欢做这个的。小姐，你说你年轻漂亮，气质又好，皮肤啊还这么白，做这个也适合的，咱们啊比划一下。不好意思啊。小姐，你要么再看看，这个真的很适合你的。Thank you.
你怎么来了？李姐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太太林双，这是我们公司的 CFO 魏姐。你好。你好。魏明和我家果果都很喜欢吃这家店的芝士蛋糕，我正好路过，带几块回去。你应该给我发个信息，下班我带回去不就完了？那不打扰，你们聊。芝士蛋糕，谢谢。嫂子，你也来这家店吃饭啊？我买几块蛋糕。推荐您尝尝他们家的咖啡，特别好喝。您请我们喝咖啡，还得麻烦您亲自给我们送上来。别客气，举手之劳。魏总夫人，请大家喝咖啡。哎，您好。给，谢谢，还麻烦您亲自跑一趟。谢谢。这边。您夫人请的，辛苦了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哎呦，某什么某啊，给你们十分钟喝咖啡的时间啊。去办理入住，然后我们上面还有等等。您好，您好，我想办一下续住。您的房间号是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记不住了。昨天是我先生办理的入住，他叫魏明，身份证号是301-15。您今天还是两位续住吗？麻烦您出示一下房卡。
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非常好，很棒。好嘞，哎，同学，干什么呀？为了这比赛，咱俩说合照拖多久了？同学，不好意思啊，帮我们俩拍一张。成吉思呢？没事。三、二、一，茄子。这次的毕业设计大赛真的很重要，直接关系到就业。你肯定是第一名，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，你就大胆的往前冲，有我在你背后，做你坚强的后盾。林霜，干什么？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温馨的港湾。是吗？一个安全的家，你信吗？我相信。我以为不管人生发生什么样的改变，只要一腔孤勇，拼尽全力，终究能寻得理想家园。没有人告诉我，自从我决定退守家庭的那一刻起，我的人生便仿佛折翼的大雁，被困于泥沼之中，再也无法自由地去爱蓝天。对，我刚到家。你们说，怎么了？你这事不能老让我们产品部背锅吧？那出问题你们想招啊？那我再跟他们说一下，明天我们三个再定，好不好？明天中午咱们一起开个会啊，你叫上所有人。我记得，上次大会我们见过一面。那我得看看，明天中午我有个会，会后了咱们约好不好？行，那明天见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今天怪怪的呢。你这衬衫上的香水味儿，挺熏人的。有吗？哦，下午我们吃火锅，然后去见客户。米雪说我身上有味儿，把她的香水给我喷了喷，是不是特别难闻啊？刚才那个电话，智新科技的徐总，你别这么看我，你要不相信的话，你自己给他打过去。嗯，不用。是不是最近在家待的挺无聊的？是挺无聊的。那要是无聊的话，你是不是可以健健身？再不行，约你那些闺蜜，喝个下午茶，分散一下注意力。在家憋久了，是不行。
人会郁闷的，把你憋坏了，我会心疼。老婆，我下午啊就去打高尔夫去了，这可能好久没打了，一使劲儿这腰啊今天还给扭了一下。看来以后还得多锻炼。哎呀，高尔夫这运动也挺奇怪，自己跟自己较劲，你越想使劲越打不远，你感觉你自己的胸椎转了，但你的感觉和体会是不一样的，还是得多打一打。办公室也不能坐太久啊。我觉得我自己这体力确实不如以前了，得恢复恢复。肩胛骨这个位置，啊，你今天走了以后，同事把你一顿夸，都说你太太不止人长得漂亮，关键是气质非凡。也看得出来，你把我照顾得特别的妥帖细致。他们还问你们结婚多久了，我说孩子都好大了。尤其是公司那小姑娘，追着我问说你跟嫂子。你们两个爱情保鲜秘籍是什么呢？老婆，你说我们两个人爱情的保鲜秘籍是什么呢？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。哎呀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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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，真没事。次来吧，啊，要不我带你到处逛逛，给您介绍一下。嗯，这边请。大家放松一下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肩膀有没有舒服很多？
你可以看到我们这儿的环境还是非常好的，然后这里呢是我们的休息区，会员锻炼完了之后都会在这儿休息，我们还会提供一些饮品，比如说咖啡还有冰淇淋，您看您需要点什么。给我来杯美式。好嘞，稍等。手链很漂亮。谢谢啊，我男朋友送的。男朋友眼光不错。你们咖啡。好，那我再带您参观一下。您这边请。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健身区域，这边就是器械区，您可以看一下。然后我们健身工作室呢是属于一种新型的社交型健身房，主打的是智能化小团课，一节课呢只有6个人。然后我们的课程内容呢也有很多，比如说一些强度训练，试衣间环境也不错的，我可以带您去参观一下。这边多金，我跟你说，这样的男的，你知道外边现在多少小姑娘盯着你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表妹老公出轨了？这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，就不是做错的事儿。前两天看一公众号，写的特别有道理，说这男人一半是孩子，一半是野兽，动物性就基因里带的。人类都进化几万年了，还拿动物性说事儿呢？就想着你想开点儿，让表妹想开点儿。哎，男人嘛，那可能他就是出去一冲动，图个新鲜，那没准过几天你让狗啃那良心发现了呢。这么多年的夫妻了，我还得指望他良心发现才能继续过下去。你想干嘛呀？你想离婚呢？不行啊，绝对不行！你这时候必须要沉住气。你小三儿嘛，那想办法私底下把它解决了，不要意气用事，日子还得过呢。犯错的是男人，为什么让女人隐忍呢？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确实是不公平。男人出轨，这就跟吃一苍蝇一样，你说你把它吞了恶心，你把它吐了，这不也恶心吗？我说的再实际一点，一个是成功精英，一个是家庭父母，一个刚离了婚，谁优谁劣，这一目了然啊。老板把咱炒了，转头咱可以再找一工作，那老公炒你，那岁数在这摆着呢，你怎么再就业呀？跟老公离了心，人是说，但咱不能满盘皆输，也输不起。小苹果要放学了，我先走了。我最后再说一句，你跟表妹说，哪条路都不好走，这条路也是自己选的，
你让他想好。看见大春家的屋顶啦，那是什么声音啊？哦，原来是大街上在舞龙灯。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然后我使劲儿的踮起脚尖。还没睡啊？他一直在等你啊。等我？怎么了？爸爸，周六是幼儿园的父子运动会，你能来参加吗？周末爸爸要加班的，还有几个很重要的会议。但是，爸爸会想办法，为了果果，他们通通都给让道。谁让果果是我们家最重要的人呢？那我们的组合是不是得有一个超级厉害的名字呢？那就叫颤抖吧对手组合。颤抖吧对手，这个名字不够让对手害怕。那叫三大白骨精怎么样？耶！婚姻不是谈恋爱，这就不是单向的情感关系，这是社会关系。那你除了你自己，不得想想你父母啊，你不得想想孩子呀。老婆，刮胡刀垫子没抽啊？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有点不舒服。哪儿不舒服了？没事。最近太累了吧？我给你倒杯水。老婆，咱家这个净水机开关在哪儿啊？啊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这温度设定是不是在这个圆的上面？这个，这净水器你什么时候买的呀？还不是触屏的。你杯子呢？是在上面那柜子上吗？白的是你的还是透明的是你的？老婆，老婆。林爽，你也太拼了，预产期都过了，你还不休息？这不还没动静吗？外派升职的档口哪敢松懈呀、小南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做测试的时候，只要是使用空指针进行初始化，那恒函数代码的执行就会报错，对吧？哦，是。你这样，你把类型改成 CST。好，我试一下。怎么了？我羊水好像破了。啊，羊水？那我去叫魏明。走。没事吧？要不要喝点水？不用。哎，你们把印证类型改一下试试啊。什么时候能改类型？啊，老公没事吧？没事，有我在啊。瑞的特征表明车辆从128位优化到16位，16位太少了，精度不能保证。那你跟他沟通了没？那我好，我跟他沟通。
喝奶了，果果。老公，嗯，我好像第一次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。果果现在正是需要你的时候，你这边正好又赶上外派升职的节骨眼儿。有的时候，工作和家庭能照顾好一头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你该认真的想一想，替自己做一个选择，到底是进还是守。果果，往这儿贴，果果。哎，看见你，妈妈！这是您办的尊享贵宾卡，您收好了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本周的课，您现在就可以在公众号上自己先约一下了。您看一下，我们的课还是非常丰富的。上次那个会员他选的是什么课啊？哦，您说的是江喜是吧？您可以看一下那个塔巴塔的核心训练。这个手链很贵吧？我看中了很久都没舍得买。基础款不算贵，奢侈品牌还不贵啊。你男朋友很有实力吗？我男朋友说，女人就是要带这些东西，才能衬托自己。戴在我手上不是多少钱，而是他对我的爱。真要爱你，倒不至于买一个基础款来让人明码标价。你男朋友多大？跟你差不多。是吗？这个年纪的男人还这么有实力，算是王老五啊。有结婚的打算吗？我男朋友已婚。好的，同学们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。来，大家站在垫子的中间。进行双人瑜伽，那有请我们黑色衣服的同学一起上来双人瑜伽，然后其他同学也可以自由组队啊。大家可以双手搭在一起，双脚分开。现在开始和我一起进行双人瑜伽。当第三者，爱情来得晚了一点，但是这种事情不分先来后到。把偷和抢说得这么清新脱俗，能够抢得到偷得着那是本事，不是谁都有的。别把一时的快活当成天长地久，在他眼里你什么都不是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上课，
动作不熟练。有没有伤到？检查一下脚踝。我没事。对方虽然是高管，可他所有的股权都由别人代持，一旦离婚，你一分钱也拿不到。对，是，是这意思。法院虽然支持精神损害赔偿，可能判给你的只有两三万块钱。所以我建议，如果对方真的有婚内出轨的迹象，你一定要考虑一下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。别等到正式离婚的时候才发现家已经空了，未雨绸缪总是没错的。你稍等一下。对，夫妻的婚后财产是共同的，但是财产的知情权却非常有限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对方有多少钱，你很难能够查明。我老公说啊，上次他没研究就随便买了一款理财。但是我看上次你给我的资料里面有一款高端保险还不错，我想再了解一下，如果合适的话，就把上次买的，包括这几款开放式产品，都转成那个保险。哎，林先生没跟你说吗？他名下的那几款开放式产品，几天前已经全部赎回了。哦，是吧？嗯。那他可能忘告诉我了。喂，林双，爸妈买了很多小菜，说晚上过来烧饭。他们也很久没看果果了。嗯。哎，林小姐，您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。嗯。好，你忙。啊。一排果。哎呦！果果宝贝儿。哎呀，你这爷爷多想你吧！哎，你说，哎，哎，这个是我跟爷爷奶奶回去住两天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领你去野生动物园。小狗回来了，香喷喷的鸡汤。哦呦，看啊，香喷，赶紧洗手吃饭啊！哎，当当当当，我今天这个鸡啊，是特地一大早去集市里为农民买的，这可是农民自家养的鸡啊。不吃饲料的，就放在地里遮虫吃，补的嘞。哎呀，现在超市买的那个走地鸡呀，都不是正宗的鸡。我买的这个鸡，那才是地地道道的走地鸡。来，喝一点啊！我是盯牢他杀的啊。嗯。哎呀，我也就沾沾儿子的光啊。要平时在家里，哪有这待遇？哼，哎，你说什么了啊？搞得好像我平时虐待你似的，说话要凭良心的哦。我们明明嘛，真的很辛苦，一天到晚都是为了这个家。那我不给他补，谁给他补了？林叔啊，我今天真的这个鱼啊，蛮嫩的，来吃一点。没事，妈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嗯，明明啊。嗯。我看你最近哦，都瘦了一大圈了，脸色也不好看。妈妈嘛，一个月也难得来给你们做几次饭，你今天一定要多吃点，喝鸡汤。来。哎，对了，银行给我推荐了一个高端保险，看着挺不错的。我琢磨着把家里这几个开放式理财都转成这个。咱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给果果存个教育金。啊。保险是不是得研究研究啊？也不能一拍脑门的就买吧。忘跟你说了，那钱我着急用，都转出来了啊。啊，这个时令菜腌多鲜，很鲜的，吃。是呀，转出来了。嗯。转哪儿去了？那笔钱买别墅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难得有合适的房源哦，那人乌泱乌泱的，抢都抢不到的。
我们家买别墅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没耐心跟你讲，等吃完饭，我给你好好汇报汇报。果果，先吃饭，嗯。去，你们先吃，你们先吃。生气了，怪我，怪我，怪我。给我解释清楚。老婆，首先买房子是不是投资？而且现在房市很稳，那房子一天一个价。我之前有个客户就做房地产的，手上正好有几套内购低价房源。你看，户型图就在这儿呢。啊，黄金地段。而且这户型啊，稀缺户型。我想买房子，肯定比你说那保险要划算，稳赚不赔。当时我要不买，那别人就定了。情急之下，我就没有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所以说，这个房子写的是你爸妈的名字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写谁不一样啊？老人家就在一个名分。我们做子女的就哄他开心开心，我们家就我一个，他们的不都是咱们的吗？是你的吧？那我的不就是你的吗？我们两个人是夫妻。哎哎，你说这个林霜，问东问西的，搞得跟审犯人一样的，真是。我老早就跟你们讲过了，这种事情呢，要事先跟人家打个招呼的。你们现在好了。变得我们偷偷摸摸，好像理亏了一样。哼，自己不工作的，管钱管的倒是挺牢的。你不也这样的？说谁呢？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你刚才没回来之前，爸妈就说我了，说这事儿应该提前跟你商量一下。说我们这儿媳妇非常孝顺，主要是心疼他们。心疼他们。那我跟小苹果谁来心疼啊？我心疼啊。咱们家上上下下的事情，不都是你在操心，你拿主意吗？这么大的事情还瞒着我？没有瞒着你，我要不买就让给别人了，我都是你的。好了，不生气了啊，吃饭。咪咪，你来吃饭了，凉了呀。来了，不生气了啊。咪咪，来吃饭了。来吃饭，吃饭。知道好喝吗，果果？好喝。嗯。明明啊，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那个钱要看紧一点儿。家嘛是林霜当，钱总归是你挣的吧？你要抓在手里捏牢一点，捏牢一点呀。我知道妈，先吃饭。来，爸，来来来来来。来来奶奶喂哦，奶奶喂哦哟。林霜，我们走了。老婆，喝杯柚子茶，消消气。今天这个事情肯定是我错了，教训我一定会牢记的。以后咱们家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我都第一时间跟你汇报，由老婆大人亲自拍板决定。果果保险的事情你放心，到了年底。我年终奖一发，我就给他存上。咱们家就果果一个孩子，不管是房子还是保险，不都是他的吗？别聊那么远了。你女儿明天运动会，你可老早就答应她要去的。你只是记着呢，明天本来有个会我给推了。不管多重要的客户，多大的单子，果果最重要。我们俩都约好了，组合名字就奔着夺冠去的。
事到如今已失去了拥抱，像一只秋鸟，那些有过的美好在风中缠绕，无力再争吵，生活渐渐变成一座孤岛，越来越渺小。林霜，哎，杨云，哎，你家宝宝也病了？是啊，哎呀，果果也病了呀，发好几天了，我怕是霜病毒什么的。你一个人来的？你老公呢？你婆婆、你妈呢？魏民最近升职了，被外派出国了。老人我不好意思麻烦你们。哎呀，你就瞎逞能吧！一个小孩看病，最起码得三个大人陪着，一个抱孩子，一个背包挂号拿药，还有一个得停车开车呢。回头聊，回头聊。哎，你让我老公帮帮你吧。不用不用，我一个人行。学霸，精英白领，怎么变成了这个样？作孽！哎呀，差不多得了，赶紧走走走走。去面对命运的颠倒，人来人往，梦一场就忘掉那个藏在我生命里的心跳，不再这次又是因为什么事儿？你不是答应果果了吗？爸爸又来不了了，对不对？嗯。不过爸爸说了啊，今天会早一点回家，然后陪果果吃晚餐。那我就假装再相信他一次。好，我们再相信他一次。会议的细则不是提前沟通好了吗？非得大周末的把我叫回来，害得我连孩子幼儿园活动参加不了。李总坚持要你们到会参加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好吧，我承认，是我坚持让你到会参加的。那个小滑头。那还不是因为人家想你吗？别把一时的快活当成天长地久。在他眼里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各位家长们，我们童心筑梦运动飞扬父子运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请大班参加两人三组比赛的小朋友和爸爸们到这边准备。果果啊，今天这件事情是爸爸做的不对，妈妈替他向你道歉。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有机会陪我们家小果果参加比赛呢？有机会，参加比赛，加油，加油！小苹果，你爸爸呢？怎么是你妈妈来？我和妈妈也是很厉害的。我们安排的核心观念分为四大板块：美妆行业概况和美妆视频用户分析，美妆热点趋势，还有美妆的用户洞察。线上美妆内容主要包括美妆课、直播课，由内部开发或者由第三方如达人和其他美妆内容提供者创建，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。
具体的由米雪为你介绍一下。好的。好的，李总，接下来我要讲的是，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积累用户。第一名是我们的洋洋小朋友，第二名是我们的涛涛小朋友，第三名给魏可欣小朋友。从零到一，可以通过这个虚拟网站引入新的流量，新的企业呢，也可以通过虚拟网站打开市场。增加自己的这个客户群体，赋予品牌更多的这个营销渠道，为零基础的人群提供较为全面的保姆式的这样一个美妆指南，通过免费的内容服务吸引用户，完成初步用户存储量。真棒，好看吗？很美。我想知道，你穿成这样，想干嘛？等一下，你别踩脏我裙了。我这衣服可贵了，花了我一个月工资呢。哎呀，为了讨好我，下这么大血本啊？嗯。谁说是为了讨好你啊？你不是要去参加李总的生日吗？嗯，他可是我们方舟的大客户，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我不打扮的隆重一点，怎么显示出我们方舟对他的重视啊？哦，那你看，我还走了这么多的资料，为了做这些，我熬了好几个通宵。这次酒会，可能你不太方便去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说好了吗？李总的单子以后都交给我来接。两码事儿，李总那边的工作对接还是交给你。生日酒会就是个私人邀约，李总带他夫人去，我呢带你去不大合适，基本的社交礼仪嘛。聚会，无聊得很。我去的主要目的，就是帮你维护好和李总的关系。那这个项目成了，你的升职资历不就够了吗？是不是？那，你去酒会需要什么？告诉我，我帮你安排。知不知道最大的优点是什么？善解人意。C
行了，你早点回家吧，剩下的那些 PPT 我替你完成。你这么美，我才不舍得把你带到酒会上让别人欣赏。你说我呢？等你什么时候恢复自由身，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公司，我都会做那个最懂你的解约官。来，大家双手向前，将我们的掌心放在地板上，额头点地。好，手掌用力的推，将我们的髋向前推，肩膀向外展，来到眼睛舌室。再次手掌发力，将臀部坐在脚后跟上，双手胸前合十，大拇指轻触眉心，吸气，将我们的手肘往上抬。呼气，用左手去扶住大腿的外侧，右手向后，眼睛去看向右肩的延长线。呼吸，来，身体回正，然后我们双腿盘坐。这节课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哎，亲爱的，你快看，你快看。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包，2018年的限量款。哎，你看看，这还不到3年，已经翻了2倍多了。是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有个客人就把这个系列所有款式都买了。哎呦，真是老有眼光了。就是个基础款，不过说实话，这些奢侈品吧，每年都能涨个20%，妥妥的跑赢 GDP。这普通人买个包啊，那叫纯粹的消费。可是有钱人花的每一分钱，那可都是投资。你在方舟上班啊？我刚才看你从方舟大厦那边出来。
我在方舟产品部门工作。这么巧，我老公是魏明，我是他的妻子林双。